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。我们今天出门有点仓促，没刮胡子。嗨，其实不是了，其实因为今天要拍一个广告，一个剃须刀的广告，所以留着胡子。哎，这位光头强是，哇、哦，太帅了啊，太帅了啊！这个，怎么样？我天哪！为了留这个胡子，一个星期不睡觉。要长不了这么密，对，一个星期没有睡觉。但是你这个有点密的，让我看着不太适应，是吧？你觉得我今天这个造型怎么样？是不是？基本上戴个钢盔，你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本强，本强，本强，演、yeah。嗯，但今天光强不是目的，主要是我们要拍一个非常什么了？广告，剃须刀广告，对。你到底是干嘛来的？剃须刀广告。都行，嗯，然后对这个造型怎么样？我今天这个造型，你觉得你能不能就发自内心的就夸你一下，夸我一下？老，但是不是老的很有力道，挺有力的，嗯，挺有味。我们青岛人。对，把内蒙人的带青岛味儿，挺好，还行啊、嗯。好，那咱俩去工作吧。好，我们去工作了。嗯，好。今天给你做一个漂亮的造型。我觉得你现在这个造型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刘海不够长，是吧？对，是吧？你给我，对你这种风格，你看，一加一个刘海，你看。哦、把脸挡住，一切都好多了。我觉得再往下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。对，来给个特写。这是最奇特的一种，时尚流行，非常时尚。就是现在要眉毛要长，头发这种风格上引导。对，不像长。对，把这个剪掉。够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，就这么定了，好吧。拿一下502胶，那我就开始了，好吧？好，就彻底开始弄了，那就这么弄吧。你还有别的意见吗？需要提？我觉得这个非常成功。OK， 好，定了，走，我要开始。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种装扮，大家能看出来，我们俩是属于两代人，对吧？对，这一个一看就是属于七八十年代或者三四十年代的一种复古的风格。对，然后我这边戏精本精又开始了，是吧？找找角色感，找找角色感，职业病，职业就是等于到我这个一个时代，你现在就等于你老了，这而且腿治好了，治好了，对吧？对。那我这个是肯定当然现代的一种海军，清新海军的风格，对对吧？然后蓝天白云跟我的名字也比较符合，云字嘛。我代表这个裤子就代表你咱俩的名了，可以可以，好，走吧，走，接下来，接下来介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那我们现在在这场馆里边，我们要一定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导演啊，为我们这两代人的拍出一种非常时尚感的一个质感的广告片、非常专业的团队。哎，好，看一下我们的导演，叮叮叮叮 ，Hello， 就是我们的导演。好，这边是，不是副导演，人家主办方，主办方。今天这是咱们俩的道具 ，Insulus， 咱看一下啊，非常好的东西，非常好，你看看这个有点意思，阿尔法吗？不是阿尔法，很复古，是不是？很复古。什么东西、啊、没见过，什么东西？剃须刀。那咱俩就得拿着复古的剃须刀，剃你这个非常非常长了一个月没睡觉才长出来的胡子，那么呲牙咧嘴的，这是一种敬业精神。你的胡子为什么能长成那样呢？就长成这样呢，就不好好长。就这个是有性格，我的胡子很有性格，跟我的人一样，很有特点。那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剃须刀呢，是一位40年前。就像我这样年轻人，然后给他的父亲，就像你这么老的一个父亲买的剃须刀，这过了40年，到现在1984年，你要算一下，就你工作那年，差不多吧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我记得是。所以呢，这个非常非常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剃须刀，老的这个古董啊，
用在你这种古朴的人身上。我呢，现在马上要用一点现代的东西。啊，好，对不起啊，我先走。好，剪不进去，行，太色情了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我喜欢他今天的这个打扮，比我老多了。你还说我什么来着？老皱，皱纹的皱，旧，老皱旧。看看什么叫年轻，蓝白，这叫年轻，懂吗？好，杆子，我们可以刮胡子。真的可以刮了。真的可以关了，我这胡子好半年，看看这广播到效果怎么样。为了留这个胡子，一个星期没睡觉，长了一个月没睡觉才长出来的胡子。刮得又干净又舒服，真诚的向大家推荐这个剃须刀。看一下肉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:60，凌晨11:60，就是凌晨12点。确定是吧？现在凌晨12点是吧？收工了，哎，我们现在收工之前，我看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这儿看，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严禁偷跑物料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能提前透露今天拍摄的视频的照片呀。哦，我一般我们很有职业道德，对，不会。其实我们。就是透了也不让他们知道。嗯，那就这样吧，拜拜，吃饭去了，拜拜。